红酒、白酒、威士忌三种酒混在一起喝，你不晕才怪呢。我去给你拿毛巾啊。 以后不许这么喝了，知道没有？孙燕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你和他一起工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也该大方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你敢不告诉你一个，那天我去找他。 离你远一点，嗯。原来秦医生是个大醋坛子啊。 该起床了，秦医生。他妈，你变态吧你啊！醒了。苏莹呢？苏莹一早就走了，人昨天晚上照顾你一宿，你不会都忘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苏莹逃走的时候还嘱咐我给你泡了杯蜂蜜什么的。走啊。 恋爱就是好啊，喝多了就还有女朋友送回来，多喝点蜂蜜是吧？问你个事儿，嗯，杨正文也喜欢苏阳，你都知道？不是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嘟嘟囔囔说的。哎，你说这么大事儿，你也不告诉兄弟一声？不过你放心啊，你甭管他是什么种。 就苏英昨天照顾你那态度，我就看出来了，就你了，其他人根本没戏。我也觉得，你兄弟就是这么自信啊！哎呦，恶心！赶紧多喝点。郭轩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事啊？受伤没有？我没事啊。留在边上呢。我在这儿呢。 他没事儿，我有事儿。哼，你手下人干他，你们 SU 可以啊？拳脚功夫了得呀！哎，杜慧轩，记住我说的，只要苏英不来上我的节目，我一定不会和解，这个事儿一定没有完。刘总。
干什么？你们要看看这是哪儿？派出所？我还能怕你们？开玩笑，我不会和解的。不和解是吧，刘总？嗯，那好办了，咱们把警察找过来评评理，把之前的账都算一下。恶意剪辑我是不是可以告你诽谤啊？然后之前一线海警防炸玻璃的事情好像也不了了之了哈。真是没有必要，你们不知道，就明师这一拳打得有多狠，我现在脑瓜子都嗡嗡的，真。但是看在苏工的面子上，这事过了。过了啊？不计较。但是你不行啊，你这儿过不了，你得给我写一份公开道歉信。听不见了呀，公开道歉信。公开道歉？你要不写，我告诉你，招进就待不下去，我要开除你。行，我告诉你，老娘我不干了。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是我开的你。行啊行啊，小丫头，你还你干什么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打人不打脸。真辞职啊？造污机六年了，自从这姓刘的来了之后，就把这节目弄得乱七八糟，乌烟瘴气，我早就已经看不惯了。这样也好，我解脱了。真的舍得吗？你辛苦了六年才做到总导演。说实话，我是真的不想再伺候了。放心吧，我会调整好自己的。我知道。哎呀，别担心啦。嗯，师姐，对不起，今天这事儿。今天干得漂亮，把慧萱姐送回家吧。好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走了，秦医生。拜拜。拜拜，秦医生。拜拜，师姐。真不用去陪他？不用了，我在的话他会逞能的。走吧，买东西去。啊？买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个什么东西要买吗？哦，改天再说吧。